其实猫猫是很少喘气的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小狗狗嗨嗨嗨的喘气，却很少见到猫嗨嗨的喘气。其实猫张半张的嘴的时候，往往都是它在喘气的时候，但也有例外。那比如说，哎，我看到它半张的嘴，但它没有伸舌头啊，它并没有大喘气呀，啊，它的胸部没有很剧烈的运动啊，那这个时候它半张嘴在干嘛？其实猫猫还有另外一个行为，就是猫猫其实跟狗狗一样，它是用嗅觉去辨别大部分的一个事物的。它的嗅觉比它的味觉要灵敏很多，而猫猫又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离鼻器，而离鼻器就开口于它们的门齿后方，也就是门牙后方，所以它们有的时候半张的嘴是用气流把这个气味啊吸到嘴巴当中，用嘴巴当中这个离鼻器去感受这个味道，去辨别这个味道，所以这是猫猫特有的一个结构，也是它特有的一个行为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网络视频上会发现，哎，它把头扎到那个鞋子里，然后突然半张的嘴一脸惊愕的出来，那个不是被熏臭了，其实它那个表情正在分析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。小贴士：猫半张着嘴，往往都是它在喘气，但也有例外，比如看到它半张着嘴却没有伸舌头，也没有大喘气，胸部没有剧烈的运动，其实就是用嗅觉去辨别大部分食物。毕竟它的嗅觉比味觉要灵敏很多，所以这是猫特有的结构，也是它特有的一个行为。可能在分析这个味道是什么。